是在弹琴，在弹一架看不见的琴。每次看到他都在弹琴，之前绕得不到的美好总在心间闹。他在弹的究竟是首什么样的乐曲，也抹不掉触不可及刚刚好，日久天长让人恼。那时滚烫的心跳也曾无处遁逃，像一团烈火燃烧，烧尽跨不过的桥。时光匆匆地跑，火焰化作雨摇摇，再无忌惮的波涛也从不在梦里飘摇。在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，朱砂痣就难消，你是否能知道。窗前的明月照，你独自一人远眺，白月光深年少，时间漫步，飞行走哨都是有灵性的，只要有心就能感受到乐曲中的真意。这首曲子叫做《空山鸟语》。我是来告别的。你要走，你已经知道了。从你进雀阁的第一晚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所以这盏明灯下的他们，对你来说都一样，对吗？也从不在梦里飘摇。在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。那你都会为他们奉献？你是否能知道？这是第一次。窗前的明月照，也是最后一次能够这样的话。白月光是年少，是他你没有认真听，忘了我吧。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。朱砂痣就难消。当你自由飞翔的时候，你会忘了这一切。窗前的明月照，日落之时渐近，你该走了。那首心弦之曲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很美。真的吗？还有一首曲子写的是一种最特别的鸟。